大的广告，这广告做得很有泰国的味道。我有点听不太懂这是哪国语言的他唱的，然后在刚才那个抖锅的那个动作看起来还蛮好吃的，这个颜色看起来也是那个味道。我觉得刚刚那个鸡就是肯德基的鸡啊，我看不出来跟中国有什么关系。我们刚才看了一个什么影片？看了一个外国的中餐的这样的一个广告片。哦，那你觉得这个广告里面的美食更像是西餐还是中餐？更像，定义的更准确一点的话，我觉得像亚洲这边的饭靠近中餐吧。靠近，只能说靠近。对，有点类似于中国亚洲这边的肯德基、麦当劳什么的。好的，接下来我会给你们看一些 Panda Express 的菜单，然后你们要给每一道菜打分。五分代表你特别想吃，到了餐厅你一定会点。零分代表你毫无兴趣。啊哈。嗯，我就看上去很像健身人士的组合耶，就是我看到哈，就是很单纯的蛋白质、碳水和纤维素。这个是属于一种四拼吧，就看起来有像沙拉一样。我不喜欢吃沙拉，虽然我身材很健美很瘦，但是我就是不吃沙拉。对，如果我现在是处于增肌阶段的话，我可能会四分吧，负一分，不想吃，真的不想吃，就感觉像四不像，真的四不像。啊，这个很像西班牙的那个 work， 就是那种炒面的小店。这个是有肥肠吗？炒面虾，然后这个给个三分吧。感觉味道应该不会太差，这其实这种味道不会太差，只是说确实不会太健康。我可能三分吧。这个什么鸡块吗？这个是浇了汁的上校鸡块吗？我觉得这个看上去就真的是大写的垃圾食品啊！这个看起来很像假中餐。我愿意尝试一下，给两分吧。看起来比较有点像这边的鸡块，三分不得更多。这个是宫保鸡丁吗？这很像宫保鸡丁啊。这个看得出来，他应该是想要做宫保鸡丁。哎，我觉得这个搞不好味道还行。我最讨厌吃宫保鸡丁了，零分，四分吧。我愿意尝一下这个，如果是宫保鸡丁的风格。这是什么呀？叉烧吗？零分，我讨厌吃叉烧。这个是瘦版的烧白吗？这个看上去也很健身挂的菜耶，优质蛋白质配碳水配纤维素，健身器给个四分。我发现西方的中餐怎么都是一个样子啊？这个。我不会想吃，我感觉就是味道又不好，然后又很垃圾，就对身体也不好。两分，真的一定是不及格的。零分，不想吃。这个我还蛮常在西班牙看到类似的菜，就是肉炒西兰花，然后炒面这样一盘。这是什么？牛肉西兰花是吗？我觉得还可以，行，给一分。对，因为西兰花是我最近吃的比较多，所以我想吐。看着想吐，不想再吃，但是我真的是喜欢吃，所以给一分，不然的话我可能给五分。家常的味道，其实还是偏家常的味道，这个我可能会给个3.5-4分，我愿意吃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，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千万不要忘了点个赞。另外，如果你想观看更多视频，请往这边滑，就可以看到更多 Firmo 往期作品。如果你对他们都感兴趣的话，千万不要忘了点击下面的小圆框。关注我们的 Firmo Live 频道，喜欢我们的影片啊，请记得点赞哦。如果你想看更多好看的影片，请点击这边的框框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请关注